当兵阶段哦，他是在那个网络上学习改枪哦，然后我们接获情资啊，就是在他的家里，他的住处啊，哦，逃到这些改造枪械。他、啊、因为他就是也是怕他家人知道，就是利用他老婆哦，刚好那个生产给人家过夜的时候啊，在那个家里的房间哦，从这个改造枪械的。非法那他老婆知道他有在非法改枪吗？他老婆因为他已经回去了，可能不晓得，因为我们查到他的枪械是在他的使用车辆上面所查到的，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些工具的，他老婆也是会当作是他在做临时工的一些工具的。我们查到 他去问他的时候，他所有的一些资料显示出来，他是只有改造来玩而已哦，还没有说有贩卖的情形哦。这改造看起来他很专业，还有很特殊，他是不止这样，还有在贩毒的。贩毒是因为他自己自称啊，因为他最近心情比较低落哦，所以说才会有说想要去死啊，贩毒的情形，是没有在贩毒。